爱当全职妈妈有错吗？二岁女轮见把伊能静开轰。49岁女星伊能静2015年与中国演员秦昊再婚，隔年生下女儿小米粒，时常在微博分享家庭点滴。近日有网友因与伊能静的想法不同，留言很酸伊能静高龄产妇，连带二岁女儿也遭殃，被骂智力有问题，让他忍无可忍，半夜发文怒呛酸民。伊能静近日在微博发文表示，有人劝她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，不要在家当黄脸婆，她则表示自己当全职妈妈很幸福，却被网友认为企图误导女性，批评假模假样的傻偶像，脑残的偶像吧，感觉她高龄产下这女儿不太健康，看上去智力也不怎样。连女儿也被酸民攻击，让她动怒直呼，是因为我跟你不是一种人，你就可以来诋毁一个才两岁的小孩吗？心疼爱女被骂，让她决定不再忍让，给你尊重，你不要，我直接拉黑。她表示该文章只是单纯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并非鼓励女性都该跟她一样在家当全职妈妈。对于网友批评，她也直言会继续做自己，不会改变。